哗啦啦，我是萨比。前段时间我们看了部罗伯特·帕丁森主演的《灯塔》，帕丁森在里面疯癫的表演差点就让人忘记了12年前他还是那个面瘫的爱德华。但其实把帕丁森和面瘫挂钩是一种刻板的印象，他本人对《暮光之城》的吐槽大家听听看。 If Edward was not a fictional character, you just met him in reality, you know, he's one of those guys who'd be like an axe murderer. My entire performance is based on having extreme discomfort having contact lenses in your eyes. So 靠着《暮光之城》成名后，他接了很多独立电影，我们翻一翻就知道评分高的还不少。但因为不了解，很多人对他出演 DC 西位蝙蝠侠还是不看好。今天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替他洗一下。如果你把罗伯特·帕丁森和演技两个词放在一起搜一下，这个名词出来的次数最多，萨福迪兄弟导演的《好时光》，这是一部帕丁森的独角戏，看前需要提醒大家放下三观。尼克是个智力障碍患者，此刻正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心情非常不好。医生的问题勾起了他的回忆。尼克的奶奶脾气很差，经常无缘无故就打骂他，但尼克是个善良的孩子。记得最生气那次，他抓起了炉子上的锅扔到墙上，把自己的手烫伤了。说着说着，他的眼泪掉了下来。尼克不喜欢被人当成弱智，不喜欢看别人怜悯的目光和故意装出来哄小孩的耐心语气，但他没办法，从小到大别人问的问题他都回答不上。这时尼克的哥哥康妮闯了进来，把尼克抓了出去，臭骂了医生一顿，撕掉了医生手里的病历。康妮失望地摇着头问尼克，你觉得你就这样了吗？尼克解释是奶奶让他来的。康妮抱住他的头说，去他妈的奶奶，从今以后就你和我两个人了。康妮想到独立的办法是去打劫银行，他们买了黑人的人皮面具，把全身上下包得密不透风，给银行柜姐递了张纸条和一个包，上面写着，别说话，我们要65000现金。柜姐是个老实的大妈，很听话的按他们要求把钱装了进去。计划出乎意料的顺利，兄弟俩在巷子里摘掉面具。康妮拼命夸尼克，你太棒了，没有你在旁边我根本办不到嘛。尼克也憨憨的笑了。他们的计划是去维吉尼亚，离开冰冷的纽约。等路上警笛声大作时，他们已经坐上了街头逃离现场的车。康妮止不住的狂笑，袋子里装着白花花的现金，是他们通往新生活的船票。哔的一声突兀的响起，大家都还不知道什么回事的时候，袋子里忽然冒出大量浓郁的红烟，瞬间弥漫了车厢，撞上了路边的车，司机不省人事。康妮拉着尼克一边咳嗽一边逃跑，红烟爆发时正好喷在尼克的脸上，疼得他不停地说话，你根本说你那根本说话 Count to 30 Keep counting。这里要稍微科普一下，红色的烟雾是燃料包，是一种银行使用无线电控制的燃料装置，被用来打击银行劫案，使被盗的现金染上永久标记。燃料包一般被夹在纸币中间，难以察觉。离开建筑物后，自动触发定时器，时间到后爆炸并释放气溶胶，有时还包括催泪弹。爆炸时还会伴随200度的高温，烧毁纸币并攻击犯罪分子，这也是尼克那么难受的原因。兄弟俩跑到一家快餐店的厕所里，身上醒目的红色让店员瞬间起了警觉，不停地敲门催他们出来。还好尼克提前准备好了两套衣服，脱掉了染红的外衣，脸上的红色却很难清洗干净。尼克想了一下，把钱藏在了厕所的隔板里，处理好身上的痕迹。兄弟俩套着帽衫，染红的手掌插进口袋，若无其事的快步走在路上，可经过的警车还是发现了尼克身上的异常。本来装淡定是可以瞒过去的，可尼克吓得拔腿就跑，这让警察一下确认了目标。两人跑进了商场里，很快就在熙攘的人群中走散。康妮逃了出去，尼克左顾右盼地撞碎了玻璃门，被警察当场抓捕。尼克进了监狱，和一般犯人关在一起，里面的环境特别恶劣，尼克每分钟都有被欺负死的可能。考虑到他情况特殊，律师就帮他争取到，如果愿意承认是尼克唆使他犯的罪，就能从轻处理。但尼克只要是听到哥哥有关的问题，一律回答不知道，自己却在监狱里被打成重伤，紧急送进了医院。另一边，康妮也在为弟弟努力着，拿回藏在厕所隔板里的赃款，送到了保释服务站。保释官也是个纯粹的商人，看到钱上的染料没想着通报警察，而是告诉康妮这钱不能用了，要赎人的话必须再拿10000块过来。康妮也是着急，尼克多在监狱待一分钟他都害怕出事，于是他跑去把女朋友罗伦找了出来。罗伦也是个神奇的人物，年纪不小了，住家里的吃家里的，平时用的还是妈妈的信用卡，喜欢康妮喜欢到身边所有人都反对。今晚康妮来找他开心的不得了，还以为康妮答应了一起去哥斯达黎加旅游，他连酒店都看好了，没想到康妮直接把他带到了保释站，问能不能用他妈的信用卡先刷一下，把弟弟保释出来。10000块不是小数目，但康妮再三保证这是借的。
很快就还。甜言蜜语的攻势下，罗伦妥协了，以为这就是爱情真正的样子。现在是8:35，法官9点下班，康妮催促保释官收了钱赶紧捞人，一定不能过夜。没想到滴滴两声，信用卡没刷出来。罗伦的妈妈打了电话过来，拒绝了这笔支付，气得罗伦不顾旁人，歇斯底里地对着电话又哭又骂。这个时候，保释官也得到了坏消息，今晚就算有钱也捞不到人。尼克受重伤进了医院，要保释的话必须经过体检，那已经不知道是多久后了。尼康就问能不能交的钱先还给他，保释官疯狂摇头，进了保险箱的钱可别再想拿出来。然后康妮还必须再去找10,000块来。康妮有些绝望，看着在旁边崩溃的有点丢脸的罗伦，他有了新的想法。康妮来到医院，稍微调整了一下状态，拿了杯咖啡来到餐厅里。他若无其事地问一个护工，这么多警察是怎么回事，打扰他在5楼休息的爸爸了。护工告诉他5楼没人啊，犯人全都收押在6楼治疗。得到消息后，康妮来到6楼，看到病房门前坐着个警察，他换了副疲惫焦躁的表情，走过去自言自语地讲了个故事。他在爸爸的病房遇到灵异事件，电视会自动疯狂转台，站起来就停，坐下来就开始，警察头都没抬。康妮看了眼房间，里面躺着个头完全被纱布包着的人，估计就是尼克了。康妮只能躲进旁边的病房等待机会。没等多久，警察就离开去买咖啡。康妮趁着这个机会冲进房间，踹断了扣住尼克的手铐，把他架在轮椅上推了出去。整个过程讲究安静快速，若无其事。他们上了医院安排送病人回家的车，随着其他人一站一站的下车，康妮也变得有点慌张，他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哪，或许是看他的样子很迷茫。最后下车的一对老人对他说晚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又想到了新的办法，康妮在下一站也下了车，往回走到了老人的房子。康妮敲响了门，开门的是一个小女孩，老奶奶的孙女。康妮说要打个电话回家，好心的老人放了她进来。一个电话拨了出去，康妮说是打给上夜班的妈妈，要早上7:30才能下班回来给他们开门。当然我们都知道康妮是被奶奶带大的，她这通电话是留给女朋友罗伦的暗号。老奶奶听着可怜，就留了间空房出来给尼克休息，康妮将就点在客厅就好。虽然看上去很热情，私下里老奶奶偷偷交代孙女不要和康妮说话。这时罗伦才回了电话过来，刚才刷信用卡的事让他妈妈很生气，现在他已经被关了禁闭，哪里都去不了，而且妈妈交代了楼下门卫，如果他走的话一定要报告，最早也只能凌晨5点出来。康妮在厕所里发现了染发剂，就偷偷把头发染了，以为没人注意，没想到孙女还没睡，出来看到她的样子却意外的没有关系。孙女是个很酷的人，16岁的年纪已经交了很多男朋友，上一任还是个卖大麻的，经历了很多，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闲聊，接下来辣眼睛的就来了，电视上播报了昨天抢劫的新闻，康妮大大的照片出现在了屏幕里。孙女睡眼惺忪的还没反应过来，一下就被康妮亲了过去。康妮把她抱进了房间，流畅自然地避开了新闻的声音。还没等有什么坏事发生，尼克的房间传来一阵吵闹，康妮赶紧扔下孙女冲了上去，发现她救回来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尼克，而是一个叫小夫的陌生人。两人在房间里打了起来，康妮把小夫压在身下，捂住他的嘴，给他塞了一把感冒药片，警告他别吵醒奶奶。意识到自己救错了人，康妮自己也很慌张，他看到房门外停了辆型号很老的车，就问孙女有没有钥匙，他们要马上回医院救人。我们再来看康妮对孙女的态度，完全就是命令的样子。按现在流行的话说，他是个很厉害的 PUA， 他知道女生对他的言会有幻想，他也不介意利用女生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路上的警察越来越多，警察们挨家挨户的搜索逃犯的踪迹。三人开着车回到医院，康妮打算把小夫扔在路边让他自生自灭，把孙女支开去买快餐。小夫讲了他自己的故事，昨天发生的事他几乎不记得了，他刚从监狱里坐了2年牢假释出来，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搞点酒精好好庆祝一下。才刚下监狱巴士不到几分钟，他已经在便利店里灌了自己一肚子酒，身上没钱，就打了电话给小弟光头来救他。光头带了更多的酒和药片过来，半个小时不到，他们已经走不动路了。他们来到小弟的小弟崔佛家，崔佛是个资深化学家，搞出来的特制雪碧后劲很大，就让很多道上的小弟喝了后容易干傻事，比如小弟小弟的小弟唐尼，喝了雪碧后抢了一袋子现金，不知道去哪就晕乎乎的找他们问怎么办，也没看到一群警察跟在他后面就冲了进来。一群人跑呀跑，跑到了一个冒险主题公园的鬼屋里，把钱藏了进去，一晃眼所有人都被抓了，只剩下小夫一个人逃了出来。他上了辆出租车，司机一听他刚从监狱放出来就炸毛了，要把他原路送回警察局。小夫一个机灵吓得跳了车，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康妮敏锐地抓住了里面的几个关键词，现金、
藏在公园里。他用手机查了一下，公园离他们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于是他有了新的计划，去把钱拿回来交保证金。把车开到公园门口，康妮讲了番神神叨叨的话，让孙女在车上等着。他没说实话，就说这里是小夫的家，他要去小夫家拉个臭臭。孙女也是乖巧，知道越多越不利，他只要听话就好。交代好孙女后，康妮和小夫爬铁丝网进了公园里。他们来到鬼屋，钱没找到，倒是找到了那天他们藏好的特制雪碧。据小夫说，这东西还挺值钱。讲话声很吵，翻东西的动静也很大。他们根本没想到，这种地方竟然也有守夜的保安。只见一个瘦小的身影举着手电走了进来，吓得他们赶紧藏好。小夫满脸伤口，以为自己躲在丧尸堆里完美融为一体，一下就被保安揪了出来，拎回了办公室。保安知道他们一共两个人，监控上看得清清楚楚。小夫倒是讲起了义气，硬是没把康妮供出来。保安一看这样，索性把公园的灯全部打开，刚好照到康妮想要从栏杆摸出去。保安冲出去就要追，没想到康妮翻身回来把他扑倒，对着他的太阳穴就是一阵重拳出击，顿时血肉模糊，保安活生生被揍晕了。他们把保安拖到鬼屋里继续找钱，外面忽然传来一阵警笛声，果然刚才保安还是报了警。康妮绝望的想死，但还是给他们想了个办法，把保安身上的衣服给脱下来自己换上，还给他灌了几大口雪碧，保证他醒来什么都不记得。警察们进来后，康妮又开始演起了保安。真正的保安恢复了意识，竟然连话都说不清楚。警察们看他挣扎，反手就把他铐起来抬进了救护车。警察就问还有另一个人去了哪，康妮装傻说不知道呢。在外面等着的孙女本来在和朋友打视频，看到公园里灯全亮起来，就好奇的打算看看。警察在身后叫住了他，把他当成了嫌犯要逮捕。这时孙女才看到康妮换了身保安服，在旁边抽着烟，完全一副不认识自己的样子。孙女没说什么，但那个震惊的眼神看来是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了背叛的滋味。确认了警察走后，康妮把监控硬盘踩碎了，找不到钱，康妮更是生气。他又有了个新的想法，既然和保安换了身份，不然就换得更彻底一点。他找到了保安的车，上面有保安的身份证和家里的钥匙，顺着地址来到了保安的家。保安自己一个人住，家里养了条大狗，见到陌生人很紧张，闻到了保安衣服的味道才安静下来。保安的家不大却很干净，还布置了圣诞树和彩灯，看来也是个用心生活的人。小夫一进门就找酒，一副碰到酒就人生无憾的样子。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接下来该怎么办，康妮也毫无头绪。他打开电视，里面重播着抢劫的新闻，让他更加头疼。他忽然想起小夫的一句话，那瓶雪碧很值钱。他赶紧把瓶子抓在手上，问今晚能找到谁来买这瓶雪碧。小夫想了一下，联系上了他的小弟光头。本来这货就是光头的货，但想想没有康妮的话，这货就不是货了，只是一瓶普通的喝了一半的雪碧，所以确实该给钱。天很快就亮了，两人在沙发上等着光头来，电视里轮轴播放着康妮的照片，康妮自己也是看得焦躁不安。小夫就问如果被抓的话会被关多久，康妮没有闲聊的心情，尤其是不想和小夫这样的人闲聊，一进门就找酒喝，生活不能自理，不是花家里的钱就是吃社会补助，能坐牢已经很不错了。康妮狂妄的胡乱猜测让小夫这样的人都受不了，大家都是人渣，康妮明显是更恶劣的那个。两人正吵着架时，门铃声响了，小夫去开门把光头带进来，转过身却发现康妮不见了人影。康妮躲进了房间，拎着保安家的狗狗，他很聪明，知道人数上他不占优势，就找了个更厉害的帮手，隔着门提了要求，想要雪碧的话他们必须拿15000现金过来，不接受讲价。光头和小夫商量了一下，这人太难搞了，去一趟银行取钱回来大概3个小时，顺路再带几把枪，看他还硬不硬得起来。光头前脚一走，康妮后脚换了身衣服出来，他有了新的想法，继续待下去形势肯定对他不利，所以他要走。小夫就拼命拉着他不让他带着雪碧，狗狗一看新主人被欺负，上来对着小夫就是一口，吓得小夫又躲回了房子里。康妮还没走到楼下，四周警笛声大作，无数辆警车已经把小区团团包围，康妮厉害了一整晚，最后还是被警察按在了地上，他身上的雪碧甩了出来。小夫在楼上看得眼睛都快裂开，而警察的声音已经在走廊外传来，正挨个敲着门，他只能爬到窗台外，所有人都在地上看着，一个瘦弱的人影爬出了几十层高楼的外墙，然后手上失力径直摔向地面，啪嗒一声，康妮被压进了警车，他已经没了表情。一阵困意袭来，康妮却无论如何闭不上眼睛，似乎还在思考着逃离的办法，只是他再怎么厉害，这场困兽之斗终究到了尾声，他也没办法救出尼克。尼克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被打死或是受了欺负，他的结局和开始的一样，由奶奶和医生带着，
送进了特殊训练班，好像那个疯狂的夜晚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班里的同学都和尼克一样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让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如果你做过什么的话就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喜欢糖果吗？尼克没动。谈过恋爱吗？尼克没动。和家人相处不好吗？尼克动了。被冤枉过没做过的事情吗？尼克又动了。这是他第一次咨询时被问的让他情绪激动的问题，但现在他也能认真地回答，这刚好就是他能接受的方式。每个人其实都期待着自己的秘密被打开，但有些人说不出来，那些爱他们的人只能乱了方寸。世上的事并不分对错，只有圆满和遗憾。康妮的这一夜挣扎也只是一件以爱为名的憾事而已。这是一部不用睡觉的电影，里面的每个人都在疲惫崩溃的边缘硬撑着，像蚂蚁一样撕咬着你的边缘神经，让你说不出的难受。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切我们平时熟悉的东西都变得扭曲怪异。这同样也是一部观光电影，夜晚的地下纽约世界又是另一个样子。霓虹灯，每家每户嘈杂的电视声，展示了这个现代大都市阴暗的让人不适的一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罗伯特帕丁森接近满分的表演上。如果我们真的放下三观不带评判去看的话，康妮是个让人很难抗拒的角色。我们知道他是个人渣，利用物化女性，自私冷漠，狂妄又自以为是，但同时每每在关键时刻爆发的极致，戏中还有几段身份转化的演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角色身上的魅力，这和颜还真的没多大关系。电影里夹私货的行为也是非常明显，抢劫为什么要戴黑人面具？警察为什么在看到康妮假扮的保安时毫不犹豫地带走了正牌的黑人保安？这种赤裸裸的白人优势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不是植根在了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好的电影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看完觉得牛批，另一种是看完天啊我也好想拍这样的电影。好时光就属于后一种，给人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萨福迪兄弟用的技巧基本都是老东西翻新，对于声音的利用，嘈杂的人声，喧宾夺主的背景音乐，极度压抑的特写镜头，剪辑节奏的控制，这些都是老东西了。但萨福迪兄弟在老的基础上往前突破了一点，加上他们独特的搭配方式，创造出了属于他们专属的影像风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大师级别的。萨福迪兄弟也渐渐成了传统好莱坞市场的搅局者，最近就上了一部新的电影《原钻》。如果好时光是 A 的话，《原钻》就是 A 加，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和分享哦！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